不是160卡簧，是16组15个票的组卡簧，听懂了吗？240张票卡簧。说一个到一个，我查清哪个是哪个，哪哪说好都不错，你说好说赖比算蛇，谁要说蛇吃蝎，得暖蛇要说蛇堆大蛇，说的是道德是你说的不是，也得是说哥哥身上一老僧的村村那和几先生，若问老僧年丰骂人曾经黄河九千千，500年前轻一动一共4500冬，老僧道有八徒弟是八徒弟，有法名叫大徒名叫青铜愣的，二徒名叫冷头青，三徒名叫三三点的，四徒名叫点三生，五徒名叫崩不了爸的，六徒名叫爸不崩，七徒名叫风随发了，八徒名叫发随风，这青铜愣他会讲清的中头青啊会撞钟，松三点儿会针管的，改算生永不往生，风葫芦爸会打鼓，这八葫芦啊会念经，风贼画大会扫地，那么画随风大会点灯，老师叫我们换一换，那么想要交换万不能，老师一见有了气，这要打徒弟整八名，眼看徒弟也爱打，从外边五位云游三，五位僧人把金将来罚，后面数玲珑说玲珑塔，塔玲珑的玲珑不喊一僧，一张高桌四条腿，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饶魂一口清，那么一个木鱼一盏灯，一个金铃总是两声风儿一管响，八龙说玲珑塔，那么塔玲珑，那么玲珑不喊第三僧。十个和尚十本经，十个饶波十口磬，那么十个木鱼十盏灯，十个金铃42声风儿一挂响，八楞说玲珑塔，塔玲珑嘛玲珑波喊第十层，十张高桌五十二个腿儿，十三个和尚十三个经，十三个饶波十口磬，那么十个木鱼十盏灯，十个金铃42声风儿一挂响，八楞。